支不支持我以后遇到任何事情，我现在的想法是很坚定的，我觉得我不能让他说，他为我做了太多太多了，甚至他的父母反对他都会站在我这边。他说的最感动的话是什么？他说的叔叔干活回来了，这边的叔叔干活回来了，他说的最感动的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他父母是我就觉得我不能让这个男人说，他都任何情况下，他的任何情况下他都那么坚定不移的站在我这边，那我坚决不能让这个男人说。来，我们支持的把支持两个字全屏全屏扣在公屏上哈。你才被抓了嘞，这些人真的是一天到晚的见不得人好的人又出来了，我一直都好好的，他们就说我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哈。支持支持，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哈，谢谢所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对阿祖墨和对阿强的支持，感谢你们，我们一位支持我们信任我们的朋友啊，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放心哈。哇，全屏都在哥支持，你是个好姑娘，自己有主见。我一直觉得我就是想要有自己的主见，但是没有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可能理解不了，心里面会有时候真的会有自卑的，知道吧？为什么你要做饭了是不是？你们做饭了没有？哥姐叔叔们做了的打做了，没有的打没有。我看到有位阿姨说她要去做饭了，不能看我了，没事，我们下次再来就可以了哈。以后我们就是有时间的话会就是经常不定时的，但是我们可能也不会说怎么样子，我有时候我们现在也打算把那个农家乐开起来了。哥姐是帅吗？吃饭了，吃过了，做饭了。哇，有些人吃过了，有些人做饭了，我们还没有做饭呢，我们都还没有做饭呢，哥姐姐们。我要做饭了，你们要做饭了的哥姐是帅吗？我们先去做饭哈，阿祖们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你们不要饭都不做在这里看呐，阿祖们就追过了。做好了还没吃，边吃边看。我都还没有做饭呢，我们都还没有做饭。老卡，对，这里信号不好。明天，因为我也没有开过，怎么样子就不知道这个网络会这么卡。欢迎所有新进来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哈，欢迎大家，以后不要冲动了，以后不走了。以后不走了，放心吧，哥姐叔叔们，错了，真的错了，不应该走。如果说是阿强哥对我不好，他没有那么在意，对不对？我走那是应该的，但是我走的时候，阿强哥确确实实他也好，我也好，我觉得我们应该都为自己拼一次，都为自己拼一次，为自己赌一次，努力一次，而不是说在别人的口舌不等我见，想要我们好的人都是你们这些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你们这些朋友叔叔阿姨们不想让我们好的人都是周围的身边的认识我们的那些人，孩子你都养不起的男人在帮助我，他们觉得他输在哪里了，或者他们觉得他我凭什么，你们觉得是不是啊？他们是不是这样子的心理？是的，打个是。他们觉得以前的我过得很苦，现在一下子有个这样子的人在帮助我，他们觉得你凭什么，哎，为什么我都没有人这样子帮助我就去帮助你了，他们就有这样子的心理，你们说是不是？是的，打个是。好好珍惜，好好珍惜。是的，我们打个是。现在慢慢慢慢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照着他们的那种节奏，照着他们那种态度去发展，那才真的如了他们的意了。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所有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的理解，谢谢你们的支持。不要刷礼物，谢谢谢谢谢谢，不要刷礼物哈，哥姐叔叔阿姨们千万不要刷礼物哈，就是来跟大家聊聊天的。每个人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哈，哥姐叔叔阿姨们，每个人挣钱都不容易，我们千万不要刷礼物。如果我们呢可以支持我们的呢，可以给我们点个关注，这里还有一个粉丝团，我们加个粉丝团就可以了，不要刷礼物哈，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都不容易哈，哥姐叔叔阿姨们，谢谢你们。正常开播，好的好的，谢谢加入的礼物，这里有粉丝团，我们加个粉丝团就可以了哈，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阿什么走吧，你跟他们聊了很有劲是吧？我水都烧好了，家里面走吧走吧走吧，我们回去也做饭好不好？好，给大家再看一下这边的风景。阿什么你们聊的什么呀？
你猜啊？你猜？我不知道。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你们那边太阳下山没有？想照着的，是吧？这个风景漂不漂亮？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漂亮的打漂亮。很般配的一对，谢谢你们的认可，谢谢你们的认可，非常感谢。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湖南湘西凤凰旁边。阿强，好好对阿群莫，一定的，保证完成任务。漂亮是吧？哇，大雪纷飞，你们那边下雪了吗？今天我们这边的天已经黑了。哎，你不要乱弄啊！这个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们，你们有没有人见过这个的？快走，这里有点卡。快点，我快点，快！你别跑呀，我追不上。别跑，你这跑得太快了，我追不上。就像现实生活中一样的追不上呀，是不是？见过风车，对，那是风稻谷的啊，只有农村的才知道。你看到没有？那上面的夕阳还照着那个山头，咱们的小院就在这边。这是什么？你们能不能猜到？夕阳照着山。夕阳西下。不。那叫什么？夕阳照着山。我看直播间各级帅们能不能猜到的，四个字。你们能猜到吗？我都猜不到。有没有猜出来的？日照金山。哦，日照金山，有文化耶。是吧？哦，有的，草原的云，这个姐姐猜出来了，日照。金山，哦，对的。哇，谢谢你们的点赞啊！谢谢你们的点赞，谢谢你们的认可。这里犀牛，还有小鸭子，好多鸭，好多鹅啊！河里面好多鹅。鸭鹅不分的，哥姐姐。那个是鸭。那是鹅。我们哥鸭鹅不分的。我们打赌。哥姐姐，来，等一下，你说，哥姐帅吗？你们先别说是鸭还是鹅哈，你们看得到吗？那个，你说是鸭是吧？问那个阿姨好不好？不是，我们打个赌，让他们让直播间的哥姐叔叔们看，我一定要赢，快点。好，他们要进去了。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这个是鸭还是鹅？是鸭吧？那个这个鹅没有那么小是吧？哪里是鹅？鸭。鹅不可能，他们也不认识吧？我给他们看一下，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这是鸭还是鹅？鸭吧，是鸭吗？阿群茂，你输了，他们都说是鸭，是不是？大鸭子是吧？鸭还是鹅？你输了。你们不要鸭子，你看到没有？全屏都是说，就是鸭子。是不是？问那个阿姨，她到底是鸭还是鹅？还要提醒你是不是？哦，好的，到。哦，他们都说是鹅，哇，原来是鹅，我的天！我以为是鸭子嘞，这鹅好小啊！它还没有长大完，是不是？鹅，等你们，有机会来，我们杀这样的大鹅吃好不好？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好不好？真的，你们太厉害了，在镜头里面都知道是鹅，鹅会咬人是吧？哦，对，鹅会咬人，阿群茂。啊，我不怕呀。鹅它们的叫声是，像牛，怎么叫的？哦，怎么叫的？不是，那鹅是怎么叫的？你说一下啊！你说一下鹅是怎么叫的？哦，你这是呕吐吧？
是不是啊？哥哥姐姐叔叔阿们，等你们有机会来的时候，咱们的小院就在这小路旁边，这从那里也是停车，那里可以就到我们的小院了。你们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来这边看看我们啊，那我们一定要在这边喝杯清茶，吃一餐便饭，好不好？好。你。他不是咬人，他看着人去，要是去他家他也敢，是吧？哦，这样子的。他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鹅可以当看家的，是吧？哦，这个我都认识，这个是大鹅。哦，你心目当中的鹅是白色的是吧？对，我心目中的鹅它是白色的。所以说我看到那个鸭，这个是大鹅，铁锅炖大鹅。东北的铁锅炖大鹅，到时候给你们来一个，好不好？有时间一定来，是吧？不结婚吗？哦哟，这个有点仓促了吧？这个是吧？这个要征求阿曲墨的意见。白色、黄色的那个灰色的，哦，有白的，有黄色的，不可能，我没看过有黄色的鹅，不可能。七万人了，对对对，七万人了，直播间七万人了，直播间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谢谢你们。那是灰鹅，来，勤劳的大哥还在做晚饭，大哥，大哥没听到，大哥很全神贯注的，大哥全神贯注的在干活。叔叔，你吃晚饭没有？这是我们邻居叔叔啊，这个是邻居叔叔，还没吃晚饭、啊，叔叔。嗯，还要炒菜。要炒菜。哇，这样子的菜好新鲜！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你们家有没有吃过这样子的？直接从地里面拔起来，去水清洗了就放锅里面炒。你们觉得？这样子，好吃。哇。真的很好，这样子的田园生活是吧？羡慕这样子的田园生活，到时候你们也过来我们这里来感受一下田园生活，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租的小院啦、啊，看没有？这里就是之前房东给我们的，他之前也是开农家乐嘛，想，然后又没开，然后我们就把租下来了。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的啊。邻居家的狗狗又跑过来了，邻居家的狗狗跑过来了。烧火那里面好像有点卡，我看一下卡不卡啊？看了，这就是小院了，这就是租的那个小院。我们的地址是在湖南湘西凤凰这边。这么大租金多少钱？很便宜，这边的租金很便宜。哇，卡不卡？不卡吧？卡不卡？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不卡吧？阿曲墨今天烧什么菜？我先农家乐什么时候营业？不知道哎。这个反正炒菜，阿曲墨你会炒菜不？是就可以吃了。不卡是吧？不卡，对，不卡。啊，他们都说不卡。对，我们吃柴火饭。你们那边应该不方便吃柴火饭吧？是吧？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有点卡是吧？大家担待一下，不好意思啊，大家担待一下。真的这边，山有点大，就有点卡，好不好？接下来下一次我们就把网络弄好一点给大家，好不好？大锅饭好了。有煤气的，这里有煤气，也有液化气，但是我觉得我也喜欢吃这个柴火饭，所以说就在这个大锅里面煮柴火饭。今天柴火饭做那个锅巴饭，你们有没有吃过锅巴饭？想不想知道这个锅巴饭怎么做的？想的打个响。